你心中最道地的台湾问候语是什么呢？前阵子台铁嘉义大林站发生一场意外，有名男子明明已经买好车票，但车来却没有上车，反而突然情绪失控跑进铁轨，吓得站务人员立刻报警。但警方到场之后呢，男子依然不肯听劝，充满戒心，直到员警突然问他要订饮料吗？叫奶茶要几杯，才让他突然松懈。要叫几杯？接着另外一名员警呢，立刻将他压制，并抢去送医。这件事情很快的传开爆红，连专门翻译台湾用语的粉专都发文 ：In Taiwan, we don't say life is difficult, but don't give up. We say 要订饮料吗？但也有网友说，要看定哪一家很难喝的话就，就那还有什么台湾用语是会一秒吸引你注意的呢？不知道警察最后到底有没有帮他定？应该没有吧。